火鹤鸟啊，弗拉明戈啊，弗拉明戈哎，你很委屈啊，不想要戴了是吗？很重是吗？乖，可以戴高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耳朵呢？这样好吗？
这就是想跟你玩而已，不要生气好不好？哦，你是一个小老虎哦，爱舔舔手，对不对？你跟小黑黑一样，最喜欢舔舔手了。为什么你们公猫都很爱舔舔手啊？他们就是跟你玩就会咬，但是他们绝对不会真的咬下去，因为他们就知道你是他的。同住人类，直接记忆卡，剩下1分44秒，我们把它录完就全部都录你好不好？因为露露最可爱了啊，对不对？露露，你不要在里面，好热哦，快点出来了。哦，那你赶快出来。它这个是猫咪最喜欢叫，它每天它都一直叫，而且它叫声很好笑，它叫声是这样，哇哦，哇哦。他从小就很爱叫，然后他小时候，因为他就是很爱撒娇嘛，然后我们一直以为他是女生，我们才叫他露露。结果后来发现，有一天我姐姐说：“哎，你看他有蛋蛋呢。”然后我们才发现，哎呦，他是男的，露露，露露，他体型超大的。